将士零一六嘅宾客留步，并继续享用乐园嘅游乐设施、商店同埋食肆。多谢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小朋友们，香港迪士尼乐园今天的开放时间已经结束，希望大家今天在这里玩得好开心，亦希望大家很快又会再来。我们欢迎参与 Dream Trips 2016的宾客留步，并继续享用乐园的游乐设施、商店及14。谢谢。